苏老师来为我们介绍炸物新商机，掌声鼓励。记得炸物大师苏老师，朋友们，你们选对炸粉了吗？好的炸粉带你们上天堂。今天协同伴侣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非常幸运，伸出你们创造财富的双手。今天苏老师就要带你们了解炸物的新商机，听懂掌声。新商机预告一，你好棒棒棒组二，综合炸物拼盘组三，新舒适组四，吃得饱数来宝五，想吃的炸物怎么有一百种六，卡拉脆不思议。本影片仅提供在手说明，详细操作细节请至甜蜜官网查询。以下的内容就是你们的支付密码，笔记记得要抄起来哦。你想要卖的是炸肉品呢，炸鸡肉、鱿鱼、猪排，还是综合炸物拼盘呢？还是你想要卖炸地瓜、杏鲍菇、根茎类蔬菜等等，炸起来都会非常好吃。还是你想要卖甜甜圈啊？这种假稠霸的小朋友都会很喜欢，这种的话也是可以。这些粉呢，你在田艺通通都找得到。首先苏老师要先为各位介绍的第一款呢，就是你好棒棒棒组。已经在卖炸玉米的你，是不是非常熟悉果浆的动作呢？器具呢跟技术你都已经有了。夜市的排队美食千丝热狗你一定听过，你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做起来这么简单吧。你就选小热狗，把它串起来，上方呢再串上你的卤肉块，串好呢，你就可以裹下我们这个面糊下去炸了。油锅呢，你可以共用，就是用这种小的油锅，小小一台哈。但是呢，你的油温跟油炸时间你自己要控制好哈。面糊呢，跟炸玉米的这种果浆也不太一样，但是你不用担心。不用怕你学不会，田艺都有很详细的制程影片介绍哈，保证你看了就会。炸热狗呢，除了有米热狗啊，还有竹炭啊、起司啊、红曲啊、草莓啊、铁观音等口味。你想要创造新商机，你想要吸引更多的客人的话，你就要勇于的提升自我，不要怕失败，勇敢的跨出这一大步。你一旦选用了这支多功能炸粉呢，你的选择就很多啦。你们吃过丰原很有名的炸菱角酥吗？你可以试试看这支粉啦，炸年糕啊、萝卜糕啊、炸菱角、栗子、山药啊、莲子啊、芋头啊、花生吼，这些呢通通都可以炸。面皮吃起来呢有厚实的口感，有一点甜甜的，但是不会让你很腻口吼，非常的推荐，反而是提升了菱角的甜度哦，让人爱不释手。想看更多呢，请看下方链接，听懂掌声。如果你觉得很麻烦，没有关系啦，苏老师再教你一招。现在人齁最追求什么？健康嘛，吃素嘛，蔬食嘛，吃蔬菜嘛。虽然齁吃炸的可能不太健康啦。炸这支粉啊，除了你可以炸玉米以外，你还可以炸玉米笋啊、秋葵啊、杏鲍菇啊，是不是很多选择呢？客人就不会吃腻啦。杏鲍菇也非常简单，滚刀切块后果浆就可以炸了。面衣锁住杏鲍菇的 juicy 口感实在太好吃，炸好再撒上甜蜜的风味撒粉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你不孤单，这支粉呢，你要炸薄脆的口感还是厚脆的口感都是可以的。一支粉就让你拥有两种口感，而且它又有奶香味，是不是非常的超值呢？如果刚刚讲的蔬菜你都觉得不够，你想要炸其他蔬菜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我们这支日式的天妇罗炸粉。这支粉就厉害啦，它可以炸什么？炸芋头、南瓜片、小黄瓜、茭白笋、甜椒、青椒、苦瓜、芹菜精、牛蒡片、鲍鱼菇、杏鲍菇、芦笋、金针菇。油炸的时间呢，就看你的温度还有上色程度来去做调整咯。金碰牌的炸物拼盘就是很简单啊，你在卖玉米你就加一杯啊，对不对？客人的选择一多，他自然就会比较常来光顾啊。如果你已经在卖薯条的话呢，你为什么不来试试我们这个薯来宝套餐呢？
普通的薯条不稀奇啦，超长薯条超吸睛的啦。除了薯条啊，你还可以做马铃薯饼干啊，马铃薯球啊，马铃薯咸派啊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哈，这只还可以做马铃薯浓汤哎，想不到吧？这只就是这么万用啦。苏老师真的很诚挚的邀请你们来试试看这只粉哈，你就可以开发很多新的品项啦。客人来了就会一来再来，每次都可以有新的口味可以吃。除了原味哇，还有菠菜啊、红曲啊、起司啊那些口味啊，你绝对是这条夜市里面最亮眼的那一个啦。下一个网红抢着拍照的排队美食就是你了啦。除了一个薯，另外一个薯就是我们的可乐饼啊。可乐饼有原味的、胡椒味，还有咖喱风味。预拌粉混水搅拌均匀，就可以来捏成你喜欢的形状了哈。再搭配我们这是特调的日式果酱炸粉哈，再裹上你的面包屑下去炸。哇，道地的可乐饼，你要去餐厅才能吃到。不用怕啦，田艺这个哈交给你做，你去夜市也可以卖啊。章鱼造型的可乐饼哈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。形状随你搭配啊，你要卖很小颗的啊，小朋友吃的还是很大颗的那种，这些新的商机就交给各位去发挥啦。我们这边就示范几款哈，馅料也可以随你包啊，吃得饱也能吃得巧啦，小朋友看到绝对会尖叫又吵着要。光的 GK 日式果浆炸粉哈，哦，这次真的太神奇了，苏老师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。举凡炸猪排、炸牛排，还有各式日式炸物100种，它竟然可以炸100种炸物，你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都能炸。榛果性佳，口感好，含油率又低。你想要开炸物餐厅吗？还是你想要做外带式的？都可以啊。洋葱圈也可以用自制粉来炸啊。哦，这支粉还有一支秘密，苏老师差点就忘记了。洋葱花你有看过不？叫视野洋葱花，就是用我们这支粉炸的啦。你先把洋葱切8等份哈，啊，不要切断。然后呢，粉浆准备好，把它裹下去，然后呢再沾面包屑，就可以下去炸了。炸起来是金黄酥脆的外表，看了真的是让人家流口水啊。如果齁你想要很短班的齁，餐厅你端这一盘就对了啦，保证大家都抢着要吃。你们都喜欢吃那种一整桶的炸鸡桶全家餐吗？在场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。那你一定要试试我们的卡拉脆套餐啦，这是卡拉脆皮炸鸡粉，除了可以炸出拥有美丽动人鳞片感的美式炸鸡西米花，还能炸鱼皮、炸鸡皮哦。啊，这个鸡皮鱼皮啊，吃起来齁哦，酥啦，咸香酥脆的好味道，绝对让你的客人吃了还想要再吃啦。最重要的是啦，田艺最近还开发了一款齁哦，奶香很浓郁的奶香卡拉脆皮炸鸡粉3B。你一定会问我这支粉有何特殊之处，为了满足顾客需求而特别研发奶香更升级的 3B， 浓郁的香气绝对让你吃了还想再吃。如果想要更辣更过瘾，不妨撒上我们的异国香辛料系列，香辣带劲，从腌制、炸粉、撒粉，甜意一应俱全，让你一键下单，方便又快速。胖叉颠，令人吮指的美味不过如此。鸡腿啊，鸡翅啊，棒棒腿啊，卡拉鸡腿堡肉片啊，鸡米花，通通都可以炸。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今天苏老师的课程，希望对你们都有帮助啦哈。祝各位生意兴隆，业绩长虹。如果苏老师哈说的不够清楚啦，没关系，你来问我们的客服哈。你有产品资讯啊，还是你有客制化的需求，没有关系，你来加我们田艺的客服，我们一对一的哈为你服务。如果你有任何需求的话，直接联系我们客服就可以了。下课。